大家好，现在要来跟大家开箱一下，昨天收到了一个包裹，我非常期待，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包裹。噔噔噔噔噔，首先这个，噔，这个是那个法国小众的包包品牌 Poland 这个牌子呢，我每次用他们家的包包都超级多人问。他们公关人非常好的寄了两个新的包包，让我来在这个夏天的纽约街头时尚的使用。先开这个，这个是应该是 number 9吗？他们家的包包质感都超级好，很特别的，它是这样开，很少的包包是从上面这样这么大开，然后里面有一张小卡，然后通常他们包包送来都这样子，锵锵。哇，知道是哪一个？哇，好可爱哟、哦、！Oh my god！ 天哪，可爱到爆，可爱到爆！哦，这中间呢，我还确诊了一次。我确诊的当下在跟我朋友视讯，当下我突然在这边聊确诊。反正那时候我在跟我朋友他们视讯，就在台湾的两个朋友。然后台湾最近疫情不是蛮严重的嘛，然后他们就说、哦、他们家人有些阳性，但是他们测出来都是阴性。我就说真的假的？好，那我来测测看好了。但是我那天就是真的有点流鼻水，所以我在那边测，然后我一测就阳，我傻眼到爆，想说哼，什么意思啊？回来。天哪，这个真超可爱，就是它这个很像水饺的颜色跟包款，小小的，很小一个，皮质非常的软，它这个皮是这种有点像荔枝皮的皮，然后有附一个小背带，可以这样子提，也可以这样子拿。下一个，这个的话呢，盒子比较大一点，也是上开式的，这个的话是长这样子，啊。天哪，这也超级可爱！天哪，这个、款也是，我觉得超级可爱。然后这两年不是那个水桶包的感觉又回来了吗？我跟你说，我大学有一阵子超级爱用水桶包，水桶包真的超级方便，很好装，尤其它不知道什么水桶包就是可以塞很多东西。Oh my god， 超级可爱，颜色超可爱，然后它可以这样提，然后下面是一个花。的样子，难掩我的兴奋。水桶包的好处就是什么？告诉你，台湾需要的地方，或者是任何会下雨的地方，那个雨伞整只给它插下去就对了。旁边有这个，就是他们的牌子的烫金。两个包包的质感都超级好，我给你们看一下颜色，这个是灰色，这个是他们好像就是说粉笔白。然后我再给你们看一下我旧的两款，我快把他们家包包的那个色系都收集到。旧的两款，另外一个是这一款跟这一款，这一款就是非常经典的那个款式，然后这个是那个奶茶色，这个是焦糖色的。那他们家的颜色我觉得都做得很好看，我四个放在荧幕上面给你们看一下，你们看有没有四个都是很 Q 很 Q 的颜色，而且都是非常好搭配的。这两款的话因为是新的，我没有办法做比较，但是之前超级多人问这两款，我先说这两款要比较，我比较喜欢的话，我比较喜欢是这一款，他们的很经典的款式。他们这一款呢，有人说是那个 Celine 鲶鱼包的平替，因为它那个开法就是使用方法有点像那个包嘛。虽然说是小小，但是它可以装得下非常多的东西。雨伞的话，这个是装不下，可是基本上你平常日常出门要的手机、钥匙、钱包，甚至。中长夹都可以放进来，然后它可以放一些零零扣扣，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大家要出门会带比较多东西嘛。后面还有一个卡夹，捷运卡啊什么的就很方便。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选大小的指南，如果你们是跟我差不多高，或者是155或者是158以下的，你就算小个子的话，他们家包包你就选最小的就对了。这几款的 size 都是 nano， 要不然就是 mini， 因为我觉得他们家的包型有些做的偏大，对于娇小
个子的女生来说会比较不适合，所以我都选最小的款式，但是不是一个 micro size， 因为他们还有一个超级小，我选的是就不是超级小的那个，但是是最小的尺寸。然后这四个尺寸我现在看我都超级喜欢。另外一个这个包包的话呢，我也蛮喜欢，但是它就是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因为我平常喜欢它这个包包就是长这样，但它其实有附那个背带嘛，背带我就比较少用，除了在外面拿的东西太多我才会用背带。可是这样拿的时候呢，它很容易就这样子滑开，有几次我在路上这样套着，然后你会把手抽出来的时候，你们看它就是很容易打开。所以我觉得这个包包如果说你是要出去外面一整天的，实用度来说比较没有刚刚这个包来的实用，出去外面一整天最好还是拿这个，但这个就是拍照很好看。然后它另外一个小缺点就是它下面不是平的，所以你就是不能把它放在桌上或是椅子上，它会跌倒。如果大家喜欢包型特别的话呢，可以选这个。好，那这就是我目前手上所有 Pauline 的包。我知道很多人都超级喜欢这个 Number One， 甚至我自己的朋友也超级多人来问我说到底推不推荐。我可以跟你们说我非常推荐他们的皮质，如果你们那个预算是抓在这个价位附近，小众包大部分都落在这个价位，它的皮质是很 OK， 然后我甚至觉得做工都非常的不错，就是它不太会有什么线头跑出来啊，或者是收边收的不好啊，然后皮质啊这种都是蛮耐刮，你看我拿这个指甲在这边磨就都不太怕被磨损。我觉得他们颜色是他们家蛮出众的一个地方。今天他们家的公关人非常好，就想要让我在我的频道上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可以抽这个他们 number one，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考虑，然后记得抽奖抽起来。今天这个不算是合作，就单纯只是公关人很好提供我在我 YouTube 上抽奖，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包包，所以我收到这个机会的时候呢，我就说好，我一定要让你们来抽。OK， 今天是这个小开箱，再给大家看一下一号选手。今天抽的是一号选手，一号选手奶茶色非常的可爱，二号选手是焦糖色的，非常的百搭，三号选手是粉笔白，粉笔白这个在造型上取胜，四号选手是这个灰色，这个是在实用上取胜。我可以想象我整个夏天应该会蛮常使用这个包包。好 ，OK， 今天开箱就到这里，拜拜。嗨，嗨，欢迎光临。Yes。你赶上了夕阳，很漂亮。我看过啦、啊，这是我清点的房子，住的怎么样？还舒服吗？蛮爽的。我刚刚想说我自己要拍，然后我刚才车上想说，哦，你相机坏了。不是，又不能公布了，因为我的影片下一拜就上了，你的 room tour 一定还没好。哦。然后想说又要保持一些秘密什么的。等一下，你今天发生什么事？少娘今天就是一直想要买一台相机，你相机到底怎么了？你不是要自己修吗？我相机呢？好，我相机就是。有一天就上礼拜，你完全没在画面，每次都这样啊。好，你先过来坐着讲。我们今天做了一些事，其实我们已经 hang out 过了，但我们先回家。就我们今天本来要约在 Flushing， 他要去吃一些台式的早餐。对，但我早上突然有一个，是你自己有行程。本来是什么？他们今天要看棒球赛，然后所以只能很早去。我说那要几点去？然后他说哦不行，我早上突然要去拿一个包包，然后那包包在曼哈顿，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在东边，然后进曼哈顿要去西边这样子。我想说，我以为就是一个你知道包，然后他说不是，是我的 SA 跟我说有包，然后我才那个我早上还没醒来，我才那个。理智线突然连起来说哦靠，是爱马仕。我想说 OK 好，既然他早上要去，我就趁早上的时间去买相机。对，那你相机到底怎么了？就是前几天被我摔在柏油路上，然后整个萤幕碎掉。哎，你不是要打算自己修吗？对，然后呢我就上 eBay 买了一个萤幕，想说有什么难的。我昨天就想说好自己来修，我还连那种小工具就买了，那种小的螺丝，你说弄那个，对，弄那个眼镜，组模型用眼镜的那种。然后就在那边猜 YouTube 上面都有影片嘛，我就照做，我都很认真哦，我还拿一个小碟子把那个小螺丝放里面，不然就会掉到地上不见。就到最后，他就说 OK， 你就把你的萤幕这样放上去，那个原本卡萤幕的那个卡槽就卡进去。他结果那个影片里面就是卡一下就卡进去，然后说 OK， now you can go back and 那个 install is back。然后结果我就想说怎么塞都塞不进去，结果我买到错的 size 的萤幕。我就想说，前面步骤全部都可以，对，全部都对。然后我的那个相机已经啪，就是。
所有零件散落一地，因为他把那个原本旧的荧幕又很用力的推出来，就是就要把荧幕整个弄到挤出来，所以我原本的荧幕也已经支离破碎。我就想说，我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我就回去eBay看，我买的是对的。到底怎么样？我不知道啊，它就是大了那么一点点，上下左右一点点。然后想说，那是不是不同的 generation 是不同的尺寸？我是不是买到新的 generation 的萤幕？没有，他们两个萤幕是一模一样。我真的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好，那不然我就装旧的萤幕回去好了。虽然它已经支离破碎，就是都已经这种稀巴烂，但是至少我可以录影就好。反正我也不一定要看到画面。我就在那边装回装回去，结果我就啪一下，然后我就把那个电路板整个掀起来，所以就是我自己弄坏我自己的相机。所以整个相机现在就是报废。它现在就是报废。他本来是今天早上要去买相机，今天是礼拜六哦，今天是个很正常的礼拜六。我们正常的人脑袋就会觉得说，今天一定什么都有开，对不对？对。然后他早上要去拿包，那个包的地方在 Madison 上东区，卖相机的地方在 Hudson Yard 那边 Midtown。因为我买完包了，然后我就说，那我先去，然后我在那边等你。然后我就在那边抓头发干嘛的，我就很慢来出门，我就会上地铁了，他就到了，他就跟我说，这家店没开，没开。而且重点是我们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我们两个整天个早上一直在那边看那家店到底在哪？传那个 Google 给他，上面就写 close， 然后我们就讲说，一定是因为太早还没开。我有看时间，我没有，我就是在那边点了三次，我就觉得没看。有时候就是宇宙要整理，就是会整理整到底，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就是真的刚好没看到这种事情，他就说没开，我就在地铁上。然后你知道纽约的地铁没有那么高级，不像台湾是一直都可以上去，就是每一站只有到站的时候你才有机会才有那个传简讯。所以一到站的时候我就必须要看他所传给我的讯息。然后因为那个我们律师马克也要来，他已经刚起床，正要准备出门，因为他家冷气坏掉。所以他就是一起床就会马上跑出门那种，所以我就要跟他说，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样，然后再跟他说他怎么样，再说怎么样怎样怎样，然后就纽约今天结果就是所有相机店今天都没有开。最奇怪的是他礼拜六是本来就没开，他也不是什么，对，他休，而且他休六日一，他到礼拜二才开，就想说好，那我就去 Best Buy， Best Buy 就是一个就是那种灿坤。美国的灿坤，他说我要买东西，好长，我买这个相机的故事讲了十分钟。我买东西这么普通，应该到灿坤就买得到了吧？我想说好就去，所以我就跟他说好，那你们就先在那边不要动，然后我就跟马克说，那你到那边去找我，然后我都已经 arrange 好之后，我就自己先走到 Best Buy， 我想要赶快买完。然后马克说他很想喝咖啡，我也很想喝咖啡，我就叫他在咖啡店等我，我买完再赶快走过去。这个的同时呢，我跟大叔非常的饿，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正中午时段，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已经走一走，已经走到Midtown了，想说 要跟他会合了，结果他没买到相机，那我们就说那我们要去吃一兰，因为一兰十二点才开。今天中午大概30度，他们想吃一兰，我也觉得很荒唐，热到不行。没有，然后我们就12:50的时候到一兰前面排超级多人，我们说干不行，我们都已经来了，我们就要排。大概过了20分钟之后，我就想放弃，因为那对我一点都没。同时呢，这个平行宇宙发生的事情是我到 Best Buy， 然后他没有卖我想要买的机器，然后我就想说好算了，然后我就上网看，然后 Best Buy。他就跟我说 ，Union Square 那边有 Union Square 就好，14街，对，14街，我们在，我们刚刚已经在，我们刚刚在60，他在34，我在42，然后 Union Square 在14，然后那个。律师也同时到了42来找我，然后我就想说好算了，我就边用手机边跑到42的那个 Blue Bottle 去跟他见面，然后我们两个就各买一杯咖啡在那边喝。我就说，他说这个地方有相机，你觉得你要去吗？然后他就说，哦，好啊，去啊。嗯，我就下去 Union Square 的Best Buy 的另外一家灿坤，然后他跟我说，他真的很想去逛灿坤。对，为什么我会今天那么想买到相机？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受不了拿手机录 Vlog 的那个，就是画质会有不一样的质感，还有收音也不一样。还有我们这么难得，就是他第一次来，终于可以就让他露面，然后律师也在，然后今天天气又那么好，我就觉得我今天很想很想要好好拍片，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好，我就赶快去买一买，然后脚架、记忆卡、电池都带，我的东西放进去，我就直接可以开始拍了。因为那就是我只是要买一台一模一样的东西而已。结果就是真的不行那你知道 Union Square 那个灿坤，然后好，我知道那个灿坤，然后我就绕了一下，他有展示机没错，就说你可以帮我拿一个相机。然后那个人就你知道多靠背，他就说哦，你要那台，你为什么要买那台相机？那你相机哪里好？它的对焦这么慢，然后他又怎么样？你为什么不加一点钱去买那个什么 M50， 然后那台什么什么，他就给我 all the option。 然后我想说，我当然知道，可是我就是用 Canon 的，我在里面就长得很漂亮啊。他就想要那一台，我就想要一模一样。我觉得你，然后被那个人骂，我想要干你屁事啊！他就超 judge。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见面的时候没有跟那个人说 ，Do you know who I am？ YouTuber、我跟他说，那个马克在我旁边跟他 ，Do you know who he is？ Anyway， 我也就是那时候就很想要，不管他那边 judge 我什么，就他就说没有货了，完全没有货。我说可是你网站上面说有，然后他就说他连查都没有查，他说他骗你的，我们没有。
然后你能跟他争什么？我就想说算了，就是宇宙不让我买相机，所以这时候我就放弃。然后呢，要把今天行程都讲完。对，今天很长，但今天很精彩，很精彩，因为我们已经错过你这一集。就是很强。好，然后因为我一直在耍他们，对不对？我就叫他们到那个什么，到那个哈森亚什么什么，然后他们就去吃什么，然后感觉大叔已经火气有点上。他没有，因为大叔就是不喜欢那种漫无目的的在外面不知道在干嘛。但是我们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会捅出这个篓子，我平常不是这样，我不是故意的，真的不是故意，我们完全不是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在试他们的一栏在三十一，从西走到中间到三十一，然后我们现在往上走，我们快要。对，我们快要见面，我们说好，那不然我们就在那个交叉，我们可以对约在那个。我就跟他说，我现在在18，你们在哪？他们说我们快吃完了，那我们在31等你，然后就从18走上去，再路口。对，我们就会刚好，因为我们要走两个非常大的 block， 他们是往上走，然后我们就大家交代曼哈顿的地形，我们就终于在那边密道。对，我们就密道了。然后因为他们明天要去看洋基的球赛，然后我们就要去买洋基的那个洋基的队服，然后我们就再继续往上走。然后为什么都不搭地铁呢？因为非常热。然后其实因为地铁也很热，有来过纽约的话就知道，其实走十个 block， 20个 block 不如用走路的，虽然看起来很远，可是你搭地铁，你这样下去等地铁来，然后地铁有时候又很热，然后挤，然后再走上来，其实你走一走就差不多，对，不如走路。然后我们想说，好，那我们就用走的。然后走到之后，他们就买衣服，那衣服超贵的，一件100多块，真的没有，后来没有买。好，然后买完之后呢，其实马克他就今天有个目的，那会不会很吵？很吵，好，纽约就很吵，对，纽约真的很吵。然后他今天就是也太吵。故事要从这边说起，他有一个很想要买的包包是 Prada 的，就是那种三角形的，包包最近很多广告，很多名人都有在背，有没有？然后就很想要买，我们就想说，哦好啊，但是 Prada 在纽约有三家店，两家在 Upper East Side， 一家在 SoHo， 然后我们今天都觉得不想去 SoHo， 因为 SoHo 又要再往下，或 SoHo 很下面 ，SoHo 人很多，我们大家就成全他，就是说，哦好、啊，那你要去买就去买，对，然后我们就搭了 Uber， 因为搭了 Uber， 我们四个人分下来一个比地铁还便宜，我们就搭 Uber 到那边，就那台 Uber 上面没开冷气 ，Uber 上面超热，超热 ，Uber 上面有那个粉还是蒜头的味道，他应该是刚吃完饭，整个上面都越南河粉的味道，然后我们就觉得哦，就快吐，一整天都。我已经被热到不行，然后上 Uber 又没有冷气，然后我们到 Prada 门口，我们就在那边门下车，然后结果居然要排队。对。然后好，我们就排队排，也没有很多人，就排进去，然后是一个韩国的那个阿姨哦，那个阿姨话很多。然后她说 Four of you， 然后我们说对，她说 You guys stay together， 不准分开，就是不准女生去逛女生，男生去逛女生，她一定要把门锁在一起。然后我们想说哦好，那今天主场是马克。阿姨很怕她业绩被抢走，因为我们不管到哪里，她就在说你。要说是 Michelle 的客人，然后我们就好，我们今天是马克想逛街，我们就成全马克，对对对，所以就陪我们大家都陪马克逛街，然后就很 dramatic， 他就说拿起那个包包，然后就好像试的还蛮好看，然后 Michelle 这时候就来，他说 This is last one in the US， 对 last one， 还说 last one， 然后一直拿那个手机那边查，对，他说我可以再给你看，对 last one in the US， 然后他就一定要买 very popular，啊、然后那马克就在那边想很久嘛，因为很贵，你当然要想啊，他本来想买白的跟黑的都想看。阿姨就看马克在那边犹豫，我们就是闲闲没事在旁边，我们在旁边就是看，反正他要花钱就很开心啊。對對對在那边说 ，Why are you hesitate? Tell me。阿姨很想要买这个包 ，Why are you waiting for? 就很 push。结果呢，好，他最后就真的买了。他买的同时呢，这就需要故事继续讲下去。反正我就有扫到另外的 Prada 包。不是在故事，你不能讲那么随便。是我们就是男装在 B1， 然后我跟大叔就在旁边，就是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要买，我们就是在旁边晃。然后宋满就是时不时会跑去跟马克就是看一下他的状况，然后宋满这边看一看，然后他也没说什么，他感觉就是对就是 Prada 这个牌子没兴趣，然后也没有拿其他东西想看，只有跟那个阿姨说哦，我觉得这个背包不错。然后那边阿姨非常的。push， 阿姨就说：“我有小一点的，你要小一点的。我们去女装部，所以我背起来超娘，就跟一个那种小女孩包一样。我们就举家到那个女装部，女装部就是在一楼。把故事讲好完整。对，然后我们到女装部之后呢，马克哦，那阿姨还是说：马克，你把这个包包背上去，你在店里走没关系，只要不走出门我都可以。然后就让他对，让他背那个包包在店里走来走去。然后阿姨因为想要再卖其他的包，所以就一直拿那个各种不同大小的背包让他试。”但是那个背包，因为他今天就没有要买背包打算，所以他也只是试过。而且因为其实你知道，那个背包很适合。
合大学生背，对，超适合。可是那个价码完全不是大学生买得起的东西。然后说真的，我现在在上班了，我真的每天不需要带那么东西出门。那个一背起来就好像要去登山，要去登山，真的要去登山，很好看，真的蛮好看。因为我太大只了，所以我一定要背很大的背包，对，他一定要背最大，看起来才会好看。真的就没有这必要，所以我也没有买。然后后来马克终于下定决心，这时候已经在过了，我不知道有没有40分钟左右，半小时。然后他终于下定决心，所以那个阿姨就去处理，就是订单。啊，我忘记讲一件事情，这种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就是。我要讲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呢，这家 Prada 没有冷气。哦，对 ，Prada， 对，这家 Prada， 他说什么？我们冷气今天在修，然后热到不行。刚刚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搭了一台很臭的 Uber， 然后很热，到那边，然后还要在室外排队，然后走进去，他说对不起，我们没有冷气，我真的是笑不出来。对，好，反正这时候已经40分钟，大家很热，然后呢，阿姨去结账了，马克在那边等，然后他们就突然说我要去 B1 逛逛，然后说什么？为什么？就是我本来还不想下去，然后我觉得不太对劲，我要下去看一下，那我就大叔跟我一起下去，然后下去之后呢，他突然在那个柜子里拿出了这个包，然后开始就是，哎，这怎么弄短啊？这个怎么弄短？弄长，怎么弄长？你刚演的好，然后你就是这样子、啊，这怎么弄短？这怎么弄长啊？然后就一直拿这个包，我说你怎么知道突然就是看到这个包？因为他刚刚在那个我们刚刚在 B1 的时候，他也完全没有跟我说他这包有兴趣。我跟你讲，我就是那种别人在逛的时候你都看不出来我其实我自己也在逛街的那种人，我就是一直在眼睛在扫射什么的。然后他就说，我刚刚已经物色好，就是想说要离开前我一定要来背背看。对，然后我就背，哎，结果很好看，因为他放在那边我觉得还好，就看起来像一个就很普通的包包。我就说那多少钱你会买？千？他说1000多。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价值观混淆了一天。anyway， 大家就是听听就好，听听就好，钱也是我们自己赚。然后我就在那边看说。1500你会买吗？他说1000我要考虑。然后我说1200，他说1200可能可以。然后我说那搞不好这根本就不到1000，因为这个是那个就是尼龙。然后因为 Michelle 还在楼上帮马克处理结账的事情，所以他里面也没有任何的那个 tag， 我们不知道多少钱。就不知道多少钱。这时候呢，他就拿出手机。对，我就说那我帮你查，我超爱查。然后查，我说才950。然后我说950。然后就这样，真的假的？对。然后他当下已经决定要买了。对啊，然后我就说好啊，那可以啦。然后所以就是今天从头到尾就是莫名其妙，我没有买到我该买的东西，然后跟马克去逛街，我自己还带了一个 Prada 包回来。你背背看，我觉得这蛮好看，莫名其妙的一天，这蛮好看。但这东西你放在那边，真的不会觉得说好看。对啊，就是大家也可以跟我去逛街，我常常可以逛到这种东西。而且就是男生蛮适合，就感觉里面可以放护照，就是我不知道什么。它看起来就是有点随意。你看我今天穿短袖短裤，但是背这个东西也不会很违和。然后哦，这时候我就要讲，你都会忘记一些重点。怎么？这时候我们已经做了两笔消费，对不对？ Michelle 才终于要给我们喝水。Michelle 说：“我们说你们要水吗？”然后我们四个人说 ：“Yes, please。”你怎么连口干舌燥？超级渴。跟他聊天聊40分钟。对。哎 ，Michelle 时不时还会聊一些别的。然后 Michelle 就是一个超势利的，他说：“我只是把水给有消费的人喝。”对。超恐怖。感觉是开玩笑的。他感觉开玩笑，但是因为他才刚来没几年，所以那个尺度拿捏也没有很好。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讲一讲，你会觉得哇。对，好，总之我们就是终于结束了，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分道扬镳。结束之后，我就回家换个衣服，今天真的太热，再来他家。对，这史上最长的开场白，对，超长。这是什么？这是开场白吗？啊、还是某一段这样子，讲十几分钟，超过大叔都遛完狗回来了。纽约人的假日就是很忙，今天礼拜天我来看洋基的球赛。你们也知道我们家狗就叫基德，基德就是一个之前的洋基球员，可想而知大叔就是洋基粉，所以老婆就被逼来了，他现在很兴奋，自己已经走远了。
又到了神秘的开箱的时间了，大家好。我们有个拖把，拖把，先暂时消失一下。你们看到我家后面就是这堆东西，因为我家现在就是很小嘛，然后没有那个 pantry 的空间，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这个架子，下面就会是我家放任何零食啊或者那种干粮的地方。但是因为它就是一直 expose 在外面，我觉得很臭，所以我就在那个无印良品买了四个那个抽屉。我上礼拜就买了，我想说，哎，怎么那么久还没寄出？就是它寄出大概要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想说，是为什么这个东西有需要打包那么久吗？因为通常美国不会到一个礼拜才出货，最晚大概三天就会出货了。我想说，无印良品不是日本的牌子吗？怎么拖那么久？寄来的时候我就大概知道原因了。你们知道它有多 over package 吗？你们看，你们看，日本人，日本人来了，日本人。这个是一个纸箱，这纸箱外面他们居然用那个，就是在用一个纸的封条把它封起来，然后这个东西被包得密不透风的，我觉得超惊人的。哇，天哪，这是要怎么开啊？它放上去应该会非常的刚好，旁边多出一点点空间，可以再摆那种直的东西的。然后我知道很多人都想要我开箱我们家，但我们家就是还有几样大型的，没有一样大型的家具还没到。然后那个东西，两样，因为我们家餐桌椅我还没选，然后餐桌我就一直有点头痛。反正我会 room tour， 但是不会是最近。那你们就先大致看一下我家边边角角，就是拼凑出我们家长什么样子。但是会 room tour， 那你们要再等一下。哇，天哪，这东西！我还另外买了两个碗，就两个白色的碗。这个有需要介绍吗？我买的还不是纯白色，好，不是纯白色的部分可能需要介绍，就是两个米白色的碗，感觉吃荞麦面会蛮适合的。哇，你看我算了多刚好啊，就是这样子，跟我预想中的非常的差不多。Sweat. Look at that. I'm not that sweaty. 各位观众，刚刚出门的时候本来要录，结果我忘了。我们刚来上 kickboxing 的课，纽约课很忙的。我头上有一颗超大痘痘，我这样把它遮住。我们就想说整天都在家里，然后出门运个动，我们就 sign up 了一个 kickboxing 的课。因为最近就是很想揍人。压力大揍人就是爽啊。Hello， 各位，今天是礼拜五，我们现在要出门，应该是只有我先出门，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去换我们的驾照。最近就是礼拜五比较闲，所以我们想说礼拜五
我就用我的午休时间去换，但没想到不知道怎么今天又突然忙起来，所以我现在就是很赶着出门，我要先去一个咖啡店工作，等到我的 appointment 时间我再去换，然后再回去咖啡店做工作，先暂时省去那些来回的交通。我现在赶快先出门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 OOTD。 美国这边换驾照不是就是用那个超级强的光这样啪让你拍，没办法让你自己准备照片。我最近这边居然长一颗超级巨大的痘痘，我早上就是妆要画很浓，然后尽量把它遮掉了，但是还是有点不行。好，给大家看一下 OOTD， 就是里面一个无袖。现在纽约好热哦，已经进入夏天，外面有一个衬衫，因为去到室内就还是很冷。我今天本来要穿另外一件裤子，因为我真的很常穿这件裤子，但是那一件就是有点热，所以我又换回这一件，然后被夹了鞋子，然后哦，包包在这里，包包好重，里面就是有我所有工作的家当。好，就这样子。走一走的时候，我突然去买了一瓶酒，因为我家附近没有亚洲的超市，然后我已经超级超级久没有喝美酒了，所以我快疯了。好，我刚刚就看到一家 liquor store， 它就有我最爱的美酒，就是那个纸盒装的秋雅，我就走进去买了。Good morning， 各位，我现在要出门去找宋表。他家就是住在我家附近，然后我们就是很想吃台式早餐，应该就说是我就逼他跟我去吃。好了，今天的 OOTD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好像穿过类似的服装，这件是 Urban Outfitter 的一个连身短裤，下面就是一个靴子 ，UNIF 的靴子，然后这个是 Pollen 的那个包包。哇，我现在来到宋良家了，看一下他们家长什么样子。这支影片呢，开头是他，结尾应该也会是他。果然是我的邻居，我家到他家大概两首歌的时间，搭公车了。什么意思？来了。嗨。嗨。嗨。哇，初次来。对，你搬来第一次来，因为他一搬来，然后忙了几个礼拜之后，马上就得 COVID 了，所以我叫他不能来。哇，小的一个家、欸，你常常跟我说，不然你家怎样，你家怎样，然后我的答案都是我家放不下，我家。我看一下好不好？你是不会整理的人。那你来整理，你也来当那个。我不要。你来当那个整理师，然后那个 John 可以当打扫阿姨，你就固定来。他点了一个蛮大，这也太大吧？这不合理。而且这才1.5块，也太划算了吧？这可以吃一个礼拜。会发霉吧？天哪！试试看，是馒头的味道吗？还是……那我先捏一口。那再来吃一个礼拜。它还是很大。它没有味道，它没有那种好吃的那个味道，所以就是很贵。真的耶，没有味道哎，没有味道，完全没有味道。不知道在吃什么。Hey bud, high five. Hello. High f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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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eah. High five.Shake. Okay. Shake. High five, bud. High five. Come here, give it to me. Yeah.